来，咱又拿下了两只布偶猫咪哈，一条550拿下的啊，咱给一个大姐淘的哈，还要两只布偶，两只小狗，哎，那只小博美哈，那只小博美是8匹拿的啊，这两只布偶猫是550拿下的哈，它的蓝猫也便宜哈，它蓝猫300-400块钱，长得长行吧这样。这中间隔开，我知道，张冰拿个冰袋去啊。这个小博美是8米拿的，小公啊，那个比熊是5米拿的。这个两个布偶猫是一个550，给这个大姐拿下了哈。那个大姐说她养着玩，暑假了给小孩子养着玩。走，你一个人报了了吧？有需要的，关注我一下，关注我一下。走，咱再接着去淘狗去啊。手彩呗，是大姐。这麦圈咋卖的？哎，你看这路太孬了。麦圈800呗是？还能少呗？这几个月那小。两个字，打几斤一秒了？你萨摩咋卖的？萨摩1000。哟，萨摩那么贵。这边有两只德牧呢，有点。嫂子最低价，我看能帮你卖一个不？就麦圈，就这个。麦圈。啊。700。少不卖。哎，你要走吧，走走走吧，我也不留你了，有点贵。哎，这个，我给你400行吗？500也不卖，500也不卖啊，那不能再给了，再给都给我了。这边有柴犬，看这边的柴犬啊。哟，这几个黑柴不错啊，现在流行黑柴了。这边还有小柴犬，哟，来看一下啊，这边的小柴犬不错啊。这谁的柴犬？这几个都啥价？2200一只。2200一只，哟，还可以嘞。这几个月了？哎，7个月了。我看还咬人呗，这家伙。我看，哎呀，哦，那可是。有母的呗，我买个繁殖去。没母的了。哎，这。那都是公的，那咋卖了？那有点贵了，这个2000多有点贵。还能少吧？能少，俺这说实话，听那个花姑娘，你说俺都吃着些了。你这样吧，你这样吧，1000块钱拿一条行吗？一千你拿不了。我看这个脸哪个好看，看这个，拿这个行吗？行吗？那，哎呦，行了，1000块钱给我了，我拿住啊。拿不了。啥拿不了？我就要这个。你要哪一个拿不了？我要个脑的行吗？我就拿个最脑的。咱又是你也不是拿我一条狗了。哎呦，1800拿不了，我大姐。1800拿不了，你又看看别的。哎呦，都7个月了，谁还养7个月的狗呀？有专门遛那个什么遛狗的。谁？专门遛狗的。你看这几个长得也不是太好。对，要是太好就有太好的价了，咱们价格也不太好。一般化的狗，你要那么贵的啥？还是一般。这我也买来线，我看我能拿一个不？合适我能拿一条。再买。再买一口。最少了呗，是吧？对。那你卖的狗不便宜，那你的狗可不便宜啊！一苗作气。那谁的狗一苗不作气啊？看这几个柴犬啊，6-7个月了哈，6-7个月都是公的哈，买着玩也可以啊，1500-1600啊。这白都啥狗啊？这白都柴犬，这是斗柴吗？这几个月了？这个？2个多月。你摆啥牙？我看看。看看。哟，牙齿长得怪多呢。这个是啥价？2000。跟他1000买着，都是1500买着，弟弟啊。这个可不行。咋回事啊？我这纯斗菜，我这一窝，你刚才说。那你意思是这边都是不是纯纯种的了？是纯种菜园，咱不是斗菜。你说斗菜贵呗？斗菜贵，斗菜本身就比。哎，斗菜又长不大一点点，谁要这斗菜？对，人家都要这样的。那你咋说？你给我说这个最少多少钱吧？这样的。一分不到价格啊，就是1800块钱，少了不买。你为啥不跟他一样1600？不跟他一样。为啥？哪个的不？我为了哪个你抱出来的里有几个好看的吗？是纯的吗？跟土狗一样。中华田园犬，你买的是贵了。你忽悠那些不懂的还行，我是比较懂狗的。你比较懂的都是偏好贴的，长得是纯斗菜，你说不是纯斗菜，是纯斗菜吗？我看看这个熊花开的啥呀？
连那黑柴啊，都黑柴能看得清楚啊，都是都一。不能看熊花。知道，这个应该是一雪全白的一个树干。不，这个黄柴和黑柴不是一样。这是一窝的吗？白柴都一窝的吗？没有。不是一窝。一窝生一个，生两个，生三个，四个的时候没有。我的。这个白柴两个是一窝的呗。不是。这个是将近这个三个月了。这个三个月了，这也属于斗柴的。对，斗柴。这个啥价？一样价格。一样价格。哟，这个牙齿，这个牙齿长。1200能拿不？不能拿。啊？不能拿。1200能拿不？拿一个。我给你放到最低了，你别再，别再什么了。再往下放啊？放不下去了，一分不放。一分不放了？对。再往下放呢，姐嘞，我总拿一条，真的呀，真拿一条。不放了，就这个价。卖的。再给我少点，我拿一条，我拿个这个。行不？1899。什么？刚才1800就1899了。我跟你说了，这1400能拿不？不给你弄。1400还不能拿了？对，想走看。哎呦，你让的，你看你。我已经让到这，让到顶了。我以后家伙管他。工人没了。工人。有拿工人，拿着工人，那没了。有工人呗。看这个。那个是高工。啊，别这一个，哎呦，这脸那么黑，你看。啊，得反。他得反色哈。对。这个最少多少钱？你给我说，让让钱。1200、1300、我都给你，我拿一条了，行吗？啊，我昨天拿了，啊，2000多，什么2000多？两个2000多买的，2000多，这个咋那么贵啊？你再给我讲，我跟你说了，我给你往上涨了，我没法讲了。你就说你能让我多少钱吗？1800能拿。再让呢，拿不下去了。你要不让我走了？我哪个我都能拿下去了，我这个咋没？那个能1000几啊？1600，还是没让呀？你把你这小柴犬，你把你最少能这马多少钱吧？1800。哎呦，你刚才都说1600了还？啊？没报过那个价。你没报过吗？刚才不是1600？这个最少多少钱？1800。你别1800了，你实实在在的，大姐，实实在在的，可得。因为你拿过我的狗，我就给你一口价的。你要觉得合适，你就报。1500能拿不？拿不中。拿不中吧？哦，对。那你留着卖吧，一个也卖不动你。你看你来了，你来了卖出一个了吗？恭喜你，恭喜你一个没卖。我走了，这边有柯基，鸳鸯脸的柯基啊，那就别要了啊。咱再过去看看去啊。这边有卡斯罗嘞，哎呦，我这边太稀了。卡斯罗中亚。这几个这两个卡斯罗还可以啊。哎呦。打不开，这卡斯罗嘴巴有点长了哈。这卡斯罗咋上架？卡斯罗1500，卡斯罗嘴巴有点长，还可以，自己养，不要求品相的话，这样的1500，给你看看价格，1200-1300，可以拿下哈，1200。哎，关注一下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啊，也没多少人了，关注一下。